苗栗头份路段，在上午发生了一起厢型车疑似爆胎翻覆的意外。这辆厢型车上面是载着八名法师，要从高雄北上到桃园去做法事，不料结果在途中发生了爆胎翻车，一名60岁的女法师送医之后伤重不治，其他5个人分别受到了轻重伤。